家好，我是阿斌。今天过来谈这个水坑啊，来的时候好好的，现在又下雨了。这里面天然的鹅柳都有很多啊。现在水也差不多快干了哦，那我们开始倒货。今天特地带了三套货，哇，你看，人也这么多。这个金天然的鹅粒，熬了很多底了，都细了。上面开始倒啊。给他带回去原来卖钱了。还有这么多，怎么没什么货？哎，过来过来，这边是兰花蟹。过来吃鱼的，哇，这个可以哦，应该有个二三两。哇，哇，鳗鱼啊！哎呦，还好摸到他头啊，摸到这边。哎呀，啊，那是流过。是不是钻到这里面来？哇！出不来了。哎，捕鱼啊！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螃蟹？先带走吧。哎，你看，这边，你看，连个大脚啊！哇，这个个头啊！那个，你看，那个大脚啊！哇哈！哎呦，哇！你看，这是
起码有个一斤多。我手比也长啊。嘿嘿哟。还可以哦。有空啊。啊，你看。哎呀，这个好闻。出来了，哇！先从那一窝鳗鱼啊，抓鳗鱼的小心一点，得抓这个头啊。好了呢，前前后后也找了好几遍了哦。那走，我们上去看一下收获。可以哦，我们看一下收获哦。今天你工资出来了，还可以哦。主要是这是土鳜，这应该这一定应该也能值个一两百哦。对啊，你是四九棍啊，这个个头也可以啊。这个能不能吃？一起干。对对，手挖过来。不好，你看这个脚不得了。三斤满足啊。能比呀、啊，嘿嘿，这个点了不得了啊，够大哦，嘿嘿嘿。那现在东西收拾一下，我们也要回去了啊、哦。今天收获绝对可以啊、哦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就给你先分享到这里啊、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